走错一步，坠入万丈深谷。是我想起你的梦，痛恨你哭，这样子在心上是留你不住，别谈了幸福。那爱挡不住，怎把感情放逐？现在帮你把它擦干净，好不好？你擦干净。给我卸妆棉，谢谢。你擦干净之前，我有话对你说。什么事？
感性的时间来了。为什么你这样我就觉得很恐怖？因为在前一阵子一个人跑通告嘛，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很感谢刘命一路上一直陪着我，然后不管我心情不好或者是感冒啊什么什么，我其实没有要哭，我擦奶油了。对，我真的很感动，你可以这样子包容我，然后宽恕我，然后当我的守护者，然后受不了之后攻略前就声嘶力竭。但是我只爱高跟鞋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拍错了。然后呢，在这边我是真的很感谢你。然后今天因为下礼拜是尤明的生日，那我也特别请来了特别嘉宾来到现场，来